下来这一题是由包伟明作画。哎呦，我是毕卡索，准备了。好，题目在这儿。很难吗？很难的，很难的，要有意境。我昏倒哎！知道你的难处了吧，包大哥？加油！哇，这不好画，完了完了，这个题目。包大哥到现在还没什么下笔。哇，这题很难喽。你可不可以跟老师商量一下？但是麦克风不要出来，你们两个耳语就可以了。包大哥打算投老师给他参考意见吗？这么难啊？不然他哦。哇，连老师都不到位。哎呀，难的难的，你们在独存，这不能独存哦。哇，太难了这一题。那么难下笔啊？啊，你直接叫老师帮忙的是吧？我们来讲说是什么样，因为我们是用一个图案表达出来。哎，对，要用一个图案。对对对。我现在跟老师讲说用什么表，因为我比较不会下。啊好，实在很难，很难。我看是很难哦。老师在摇头，好妙哦。老师一直摇头，然后包大哥一直笑，所以老师画的应该是很好笑。而且我觉得老师画的包大哥也未必看得懂哦。不是啊，他们难成像哦，搞得我好奇。老师超专业，老师握笔超专业。对啊，他握笔很专业啊。这是我的意思，然后请老师帮我画出来。哦，二三，几个字啊？四个字，一样四个字成语。上面有嘿嘿，有点类似什么人面兽心啊，什么披着羊皮的狼啊，这种类似这种。就是这个方向去想，十秒钟。四个字，四个字。那每个都要写答案吗？可以写答案，开始写答案了。十秒钟，就是它的方向没错。我知道他已经对，其他抓到，但是他就是哎，我突然想不起那个成语，你知道吗？来，这是雨桐，禽兽不如，嘿嘿。好，人面兽心。哎呀，好，我只能跟你说，刚好你弄反了。好，行不行啊？对啊，奸诈狡猾，色大无胆，没有美女啊，黑心毒贩。